都做新老板大来啊，人喏，也就路不会做，不啥不灵啊，做嘛紧啊，那么也都做大一点，莫都做，都做杂味里头做，是个灵哦，大白薯都做啥，都做杂味里，一年屋里也一路都做，怎么了呀？什么做个大就是大个人。哎，他们包来煎那么三单对做啊，把那个辣椒辣椒都做，伊嘛在一点木都做，把叔叔对是杂味来，那个马路的对做乌做了，是个另外白薯，都做杂味来做古古烧对做带香干，嘛都为了嘛辣巴的点嘛就都对做是个另，屋里比嘛在都做杂味，伊呢屋里也一路对做啊，是不哩不哩做芝麻哎呀，啊什么做个了对做是就弄个那就是大个人，那这样就轻松了。怎么说？为什么？因为就不会收费啊。规划的话，基本上对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哦，第一个是减少负担嘛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在整个公所对人民之间的哈信任感会提升。疫情的关系，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工作啊，然后没有办法去做生意的也没办法做生意啊，因为没有那个游客啊，没有游客，当然。有这样的那个，不收费的，真的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。都做杂味来做啊，嘛啊修白嘛啊稳定啊，也那是把皮拉巴啊拉巴子都做到拉呀。像那么一路把的拉巴子在金六的嘛三大拉达怎么冷？我们现在一年也一路对做啊，是不哩不哩到怎么了呀？都做啊大把零安家啦，嘛也接那一堆做啊。啊，有做了谁带着部落个来做，就是啊，个领。你做嘛啦？各国大爱做嘛啦？修白就来做，爱做就是有做，是把这一代是啊个领。然后你做乌拉了嘛啦？古巴，你到这边做做，乌拉就是有做，老大是啊个领。目前把做那那不努力，但是你做在有上那做啊，古古修，做把这轮到谁带？打部落个乌拉班。我们每一户的清洁规费1220块免缴。啊，所以我们大概呢筹措了大概210万哈，不但是每户免缴，商家啊，还有学校也都一起免缴。我们希望这样的免缴这个经费，能够让我们的乡民呢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。三那个屋里做姑姑秀，哎，做嘛是在爸爸一直做五倍券呐，也是阿个另外嘛三单，对做就是屋里做那慢慢弄啊，老来做姑姑秀，一年屋里啊一路对做啊，就是屋里做芝麻啦也多，就是阿个另外打芝麻烂，我们是啊来做那么多做，你不发弄呢，就是好，我来就是阿个另外嘛三单，哎，点么就，第一就不让不接结论。